你后面那个料，料放的要这样子，就是说这里不能有被粘住，哦，你粘住就粘住不对的。下面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磨的劲力千万不能劲力太大，然后磨就是这样子的。是吧？不能让它有粘东西在上面。然后出来都是这样子的。啊，试一把。就是说磨出来不能有散。就是说最关键这里不能有散，然后这个草席一定要是这样子，不能让它带上去，带上去的话这里吸住的话增加它的阻力的，哦，磨的是这样子，然后呢两边左右跑抠着，这里也把它挡住。